因為直線 L x 減 y 減 k 等於零，就掂到個 circle x square 加 y square 加六 x 加一等於零。咁啊，揾翻嗰個 possible 嘅 equations of L。留意啦，個 keyword 就係 touches， 即係話呢條嘅直線同呢個圓形只有一個相交點，亦都即係話將兩條 equation 拍埋一齊去 solve 嘅時候咧，只有一個嘅 solution。所以當我哋將兩條 equation 拍埋一齊咧，我哋 solve 咗佢啦。嗱，執 y 做 subject 啦，通常你執 x 做 subject 都冇所謂嘅。我哋都通常係執 y，y 等於 x 減 k 呢條 equation three 啦。嗱 ，substitute equation three 去翻 equation one， 即係變咗 x square 加 x 減 k bracket square 加六 x 加等於零。嗱，執翻靚佢，嗱呢一個咧我哋就叫做 standard form of quadratic equation， aax square 加 boy x 加 c， 呢度咧就括翻住個 c 佢 ，k square 加一呢個 constant 嚟嘅。咁因為題目俾嘅話 ，L 即係呢條直線同個圓形只有一個相交點，所以個 discriminant 就會等於零啦。因此 b square 減四 ac 等於零啦，又係啦，一般你又要砌翻個 standard form 出嚟啦。咁砌到咧，四 k square 加廿四 k 減廿八等於零，然後全式除翻四啦，就出到呢條 k square 加六 k 減七等於零，然後 solve 咗佢，計到 k 負七或者一，嗱顯示埋個運算步驟啊 ，OK， 你 cross method 又好 ，quadratic formula 都好，要顯示埋。好啦，咁計到 k 負七或者一之後，咁代翻落去咯，咁啊兩條 equation 咯。一係就 x 減 y 加七等於零啦，或者 x 減 y 減一等於零啦。嗱，個款就係咁噶啦，呢個圓形啦，嗰兩條嘅直線啦，啱掂咗 circle 一點嘅啫。留意啦，呢兩條線之間嘅距離咧，其實就係呢個直徑，圓嘅直徑。